就识啦。三一二三，哦，你要坐监啦。嗯，我唔坐监。乜你咁矛噶？香港人系有人身自由噶嘛？地基法院判咗系唔可以随便要我坐监噶。咩法院啊？游戏规则都冇讲。我是讲基本法第28条嘅，咁叻，不过我哋而家玩游戏啫噃。